高雄很热，很热。你已经在高雄了吗？高雄으로이사를해가지고이제高雄집에다가짐을좀넣어내가지고어저께한국에잠깐가서짐을챙겨서왔습니다。其实我们上礼拜就搬来高雄了，然后因为你知道要搬来，其实以一个拉拉队员来说要带蛮多行李的，所以前几天刚好回韩国带了两箱行李过来，所以我们昨天是落地桃园，然后马上今天就等参加活动结束之后再回高雄。定居高雄，连那个市长都欢迎他，他知道这件事。알고있었고요저도이제팬분들이알려주셔가지고알게됐는데우선너무감사드리고사실저는제가어쨌든대만에서활동을하려고하는이유중에하나가사실한국에있는것보다대만에서거주를해야뭔가대만의다양한일들을많이할수있다고생각이들어서사실저를위해서도거주를하려고결정을한건데많은분들이너무많은관심을가져주셔가지고감사드립니다有粉丝跟他说就是麦麦市长有在那个上面留言这样，然后我们也有看到也有给出回应这样，其实还蛮惊讶的。那会想要搬到台湾，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搬到台湾之后应该会更深入当地，然后也可以更专注的在球队艺人还有台湾的工作上，那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甚至是麦麦市长的支持，然后也很感谢球队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常驻在高雄。那好好好奇说他对那个团员盈利就是最近可能这么被关注，然后他有什么跟他鼓励啊或者是告诉他，우선사실저도아직대만에서는제가잘모르겠는데한국에서사실악플을많이받아왔었어요왜냐면저도어렸을때부터일을하다보니까많이받아왔었는데사실저같은성격은막신경을쓰는스타일이아니어서만약에1위가신경을쓴다면일단신경을쓰지말라고말을해주고싶고사실그런근데오히려그런악플들자체가나중에는이게도움이되는경우도있더라고요 읽다보면은저의부족한점을뭔가보완해서말해주는경우도있고이게오히려그냥긍정적이게좀그거를받아들였으면좋겠다고생각을합니다觉得伊利是一个宝藏女孩，那其实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在攻击她，然后也有很多的恶评。那其实小安在韩国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也有很多留言其实是蛮针对攻击她的，但是。想鼓励伊利，就是这样子的恶评有可能会成为他变好的一个契机，这样子的恶评有可能是鼓励他成为更好的人，希望他不要去介意，就是把这些恶评当作一个关心，然后大家一起变好。形容一下自己住的地方的感觉吧，就是摆设啊，他喜欢怎样的？우선은저는일단짐을많이두는것보다는조금필요한짐들만넣으려고가지고왔고요그리고집자체는조금이제제가이렇게왔다갔다활동하기좀편하게좀너무많이복잡하지않게좀미니멀로꾸미려고합니다그리고이제제가원래취미가사실곰돌이베어브릭모으는거랑신발을좀모으고있는데이번에한국가가지고제가조금꾸미려고가지고왔어요因为短也不算就是住在台湾，然后之后还是韩国活动才要回去，所以目前为止就是把一定需要的东西带过来，然后打算就是小小的布置韩国的家，高雄那边的家这样子。那有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拖鞋，很可爱的拖鞋啊，或是一些脚踏垫啊什么，就是一些家里基本需要的东西，都有特别从韩国那边订的。然后想说带来台湾布置一下。那小安其实本身就很喜欢收集那个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他喜欢收集熊跟鞋子，所以这次也有，虽然他都没有带很多东西，但带了三四双鞋子来。对，就是希望台湾的家也有韩国家的感觉。喜欢高雄的哪些地方？那高雄可以民宿肉燥饭吗？他喜欢吗？然后或者是他有喜欢吃的东西？高雄的喜欢。우선은아직먹어보진못했고제가이제까오슝생활을하다이제할거니까많이먹어볼생각이고
근데 좀 궁금한 거나 먹고 싶은 게 있으면 좀 추천받아서 저희 윙스타즈 멤버들에게 물어볼 생각입니다. 因为之前在台湾的行程其实都蛮赶的，还没有机会去吃到真正很道地的一些小吃，那还蛮希望之后可以跟一些 WinDust 其他成员们一起去享受高雄的生活，去体验真正在地的高雄生活。